们其实很难判断，在对婚姻的关系当中，到底那个丈夫忠不忠贞，判断的基准是来自于他平常喜不喜欢喵妹妹，还是他手机当中充满了莫名其妙的讯息。今天我们就是要考验这件事情。那我们邀请了已经担任丈夫这个位置年数长短不同的十位男明星来接受我们的考验。欢迎十位，你们好。康熙明星实验室是由作单位设计主题，针对艺能界的明星进行调查访问。对于婚后是否会有七年之痒，我们加以去放大讨论，选出了十位已婚的男明星，要来选出谁是最忠贞不二的人夫。赶快回到现场来看看吧。那在揭晓这个榜单之前呢，我想先请在座的十位你们彼此判断一下，所以你们手上有答案板，请写下来你们认为另外九个人当中会被认为在婚姻当中最忠于这一段婚姻关系的是哪一个男明星，请写下来最忠诚的。后排的五位男士，上面的五位男士，麻烦给我们看答案好吗？你的选择是王中平，阿 Ben 的选择是王中平，有哦。诺诺的选择是王中平。贺一航大哥，你回头看一下后面那两个答案，有两个人写你。沈玉玲，你写贺一航。你觉得另外九个人当中，你觉得最忠于婚姻关系的丈夫是贺一航？评断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年纪就知道，因为你年纪越大会越玩不动嘛，对不对？那而且年纪越大呢，会更珍惜啊，另外一半都是必然。所以基于这上述两种原因呢，我又不是在开他的追悼会。但我觉得贺大哥哈，今生今世应该只爱他老婆一个人，应该是不会再改变了。高山峰也把票投给他。我觉得高山峰应该是一样的原因吧，票数很高，就是来日无多的意思吗？我承认我还没有讲这句话。你讲的话就是，因为刚才沈玉玲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的理由是别的理由？其实就是应该也是一样的，不要再编了。对啊，因为贺大哥的太太一直陪在他身边，对，我觉得坚决的情深。人生中玩够了吗？你说贺大哥吗？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已经玩够了，他现在可能对那些已经没有感觉了，对，玩腻了啦，过尽千帆。他现在看了一那些女生，他大概都提不起什么兴趣。主要是他现在可能也看不见吧，视力越来越模糊。贺大哥这些造型啊，不是为了大光线吗？你要讲真正经的还是讲讲真心的？讲真心。当时在秀场的时候，是真的对谁都下得了手，是不是？不是谁都下得了手，男人对女人就是半雄半雄半三雄。哎呦，好，半雄半雄这个字，雄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半狠狠。半强，一半弱了，然后是另外一半用商量的这样，就是这样。老实讲，与其说贺大哥玩够了，不如说别的女人玩他玩够了，这点还是要帮他扳正回来。OK， 所以呢，上排五位当中，贺大哥的票数很惊人的，起码占了五分之二啊。那另外三位选王中平，我想是非常直接的一种反应吧，就是他的反应好像是对人类已经没有任何的兴趣了。王中平现在是真的对女人已经，他已经退隐江湖，他现在山里面了。可是他也从来就没有出过江湖啊。对对，他所以他一直在山里面。你有没有曾经过玩心很重的时期啊？情感上面你会还是会有吗？那时候年轻嘛。是。可是你没有同时有两个女人过吧？在那个时候的第一。第一是什么？第一，对，那个时候有哎，我看不出来哎，他怎么可能？他就是点不点讲三皇宫那种，他都偷来暗去的。而且他这一行应该是很讨喜的吧？就是女生很放心，误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就是算了，今天人很多，来不及原来你五位借我看一下你们。原来你山里面还有一窝。另外九个男士当中，你们觉得最忠于婚姻关系的？哇，前面答案比较分散的。前面的五票当中有三票投给了宋一鸣。宋一鸣因为宗教着迷过度，所以就算肉体想外遇的话，他的灵魂已经被耶稣收走了，所以他就是安全性够的。他有压力。那玉莹哥本身属羊。那这个玉是不是羊有妨碍到你是不是？他是投给你的哦。真的啊？对啊，输了。
怎么样？杨爱，这个玉代表老婆的意思，以妻为王。哦，那杨本身又是土，土土相生，所以放眼望去，他娶雅雅已经是超乎他自己的标准的美女了。所以他应该要知足了。对，那他本身这个林带两个木，木克他的土，所以求子比较困难一些些。哦，子女宫，赶快介绍他的书，因为他没有要放过你。好了，所以你是说，如果对人生有不顺利或是怀疑的话，可以参考你的书，是不是？穷改名。可是我一直觉得你，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骗子哎。我不会，我觉得绝对不是骗子。哎，江伟忠，我跟你讲，虽然你有命理老师的身份在，可是你今天的名次很不乐观哦。哦，真的吗？真的假的？所以你不要得意的太早。那我还是保守一点好了。不过我跟你们讲啊，江伟忠认为说，今天如果排行榜上面的形象不好，会影响他作为命理老师的地位，这件事情是不用担心的。是，因为他其实长期以来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一个，因为他很玩得开的人吧。他很像港片里面的色情狂啊。我觉得大家找你看风水不是因为查理什么那类的，不是因为你看起来是一个无耻坏子，徐兆佳老师。对对对。黄秋生，黄秋生，所以你真的不用多想，大家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忠厚可靠才选你当风水老师。那你有点风流的面相是真的，感觉会在游艇上面好像对女生伸出魔爪。对，不会了，不会了。啊，前排的人当中最多票数给了宋一鸣，然后呢，也有人把票给了沈玉玲，不过你只有一票。然后宋一鸣把票给了王中平，对。所以到目前为止前后加起来的话，王中平的票是最高的。王中平。你认为在网友的心目中，30,000多票里面，排第一名的会是你吗？我也不知道哎。OK， 如果不是你的话，你认为会是谁？我觉得应该是宋一鸣吧，因为我选他。不可能是贺一航，对不对？虽然说他已经是，现在就是改邪归正。是，我跟你说，因为贺大哥以前的光荣历史呢，可能会被人家记得比较清楚。你有参与过他那一段，对不对？因为以前就是上节目也会上贺大哥的节目啊。对，那但是呢，我有上过你吗？秀场。我跟你说，贺大哥现在就是，我想他应该对这一段的那个是很珍惜。应该是贺大哥的爱慕者很多了。说起你们十位的结婚的年数来讲，他才结婚3年多，对不对？可是最新的是 NONO 吧？对对，刚办完婚礼，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你现在结婚多久？不到一个月，差不多快一个月。怎么可能才新婚一个月，可是却没有人选他？照理说，他不是应该对婚姻还是充满热情啊？是，你怎么没有检讨？大家竟然没有选你？那就表示大家其实没有很看好。没有啦，应该说还在观察期啦。艺人的婚姻起码要过半年。对了，对，半年以后看比较准。说实话，你们今天十位坐在这里哦，其实，在大家心目中，多多少少都是非常受女性欢迎的人物。所以等一下我们要选的这个，我反而比较好奇，谁会被你们选上？就是请你们写下来，另外九个人当中，你们认为最不忠于婚姻的是谁？我是写谁啊？这么快？这么快？很容易啊！现场进投票，哎呦，不好弄哎！不好操作，是不是？不好操作，不好写，不好写。我觉得他们都没有了，对，他们都不忠贞，最忠贞就是我。为什么？我是杨过。为什么？因为我养过，所以之后不会再养，所以我最忠于我的另外一半。养过，怎么借过比较快一点？是的，听着真难过。我怕你是手背，我是养过。你是说你养过小三吗？不是，不是那个养，不是养，不是供养的养，是七年，是养过，七年之痒的养。所以为什么养过最忠贞呢？因为他养过。你是讲过了吗？强调一下，强调一下。你现在讲的笑话都讲什么东西？对对对对。强调一下，想说垫一下时间，他们还在写白板。你不但不好笑，而且鬼打墙。有了，他要垫时间的啦，垫时间了，可以。我以为你今天扮的是蟑螂哎。好有飞呀。后排的五位，你们觉得另外九个男生当中，你们觉得这个有点难，比较不重要。哎，这个很难说了。诸位不好意思。好。五票当中。两票给陈志远，三票给江维忠，哎，你看看你的形象真的是，你外形不没有形象好哎，三级片，这个真的跟他的形象无关啊，我必须持平而论，就是说大家认识他十几年有了，对，可是没有人看过他老婆，真的假的？隐藏版我们有啊，
面上面都看过，我看过他女儿。说他不喜欢带老婆出门。哎，真的没看过。所以没有人看过你夫人，比较少，很少了，很少。他是他被弃在城里面了吗？他的个性比较一四一二四，所以有时候不食人间烟火了。一四一二四，要不然是一四二二四一有。谁的电话号码？哇塞，我还不晓得你娶了一个士官长。电话号码全部是一个，就是一板一眼啊。很多节目发通告，我都叫他不要去。哦，因为他觉得你怕他红，对他的角度，对他的批判，如果他不高兴，会告人家。因为你今天出现，我很惊讶，我根本不知道你结婚了耶。大家都知道，你根本不关心我，不了解我，然后说我像骗子。不是，因为刚刚我们也在讨论，是你有拍过三级片吗？对啊，很像三级片的演员啊，对吧？吴启华。张伟忠，你拍过三级片？没有，你不是没有啦，是白云拍过了。吸人机偶像剧八点档里面，你那个是情定北海岸。我觉得你可以去白云透，你可以去那个也是的拍三级片，你可以诠释很好。可是，请问你家有小孩吗？我一个女儿，她女儿很漂亮。很可爱，很漂亮，就是这个书的作者之一，这样子啊？真的吗？对对对，他女儿也会算，有照片吗？我女儿也算，现在也会算。我女儿刚刚算说，爸爸，你今天不要录影，会被人家亏这样子。他女儿的玩具就是罗盘。沈玉琳自信满满，姜维忠意外陈建拔。沈玉琳，你觉得自己会出现在第三吗？我预感蛮强烈的哦，是，很可能第三名一翻开来就是我们。哎呦呦，过去大家对我很多误解，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嘛。疾风知劲草，百战是忠诚。胜利讲完了。其实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太太的话，你应该保护她，避免受到任何的伤害。好了，你先不要想他们这些。前面五位借我看一下，你们觉得另外九位男明星当中，对婚姻最不忠的会是谁？哎，怎么会有人投给潘若迪？他一直在营造他忠于婚姻的形象。这个潘若迪他的外形呢，外形 OK， 而且他的体能非常好。体能这是重点。这个一部车子来讲，他那种马力大、爬坡力强的人，那种车子呢，一般人都蛮喜欢开的。可是曾经是运动员的陈志远，难道体力会比他差吗？没有没有，那个潘若迪的工作跟那个客户接触比我更亲密，汗水、口水跟那个泪水交织在一起，比较直接了，那种出轨的几率很高。OK， 陈志远选了沈玉琳哦，对，玉琳哥，所以没有人投吗？这个跟民意的落差很大哦，玉琳哥没有机会，老婆不能娶。玉琳哥，我觉得你结婚是个幌子哎，其实我不觉得你跟。雅雅，是在一起的。哎，志远，这个类似这个单元哦，三年前录过，当时都说我结婚是幌子，会离婚的哈，都先离婚了。哈哈哈哈哈！自我屹立不摇，还住在这里。哦，你好像蛮依赖你太太的。不，有时候让女人你结吗？啊，不是啊，没有。我说有时候给女人一种你依赖她的感觉，那也是她的一种幸福了。是，对对对。有一天我如果不依赖她，她可能也会觉得好像怅然若失这样。你有一点点担心你太太越来越漂亮吗？嗯，不会啦，我不可能嫉妒她的美貌嘛，我只是会更爱她，更喜欢她这样子。OK， 张伟忠选了一个唯一的票数，对，你投给高山峰。志远虽然想。心里想偷吃，可是老婆管得紧，比他更灵活，他根本招不咯。他是孙悟空，他老婆就是释迦牟尼佛。但这个厉害，这个狠角色了，长得英俊，又演电影，又出书，高山峰，又成功高中的，文武兼备，才华双全。成功高中什么？高中里面学历最高的，你要比较成功的。出书，他出的书就是在标榜他是父亲形象啊。好爸爸不见得是好老公，你们怎么会？不等，我也出书了，你们怀疑我啊，对不对？跟我女儿一起出啊，你们双重标准。所以你是说，你们一个跟女儿出书，一个跟儿子出书，不代表是绝对是忠贞老公，但他的危险性很高。对小孩很忠贞就是。对，他老婆可能管不住他，这是问题。这一次康熙研究室特别透过社群网站新浪微博进行十位人夫忠贞度的票选，一天半的投票统计下来，网友热烈投票总共有30094人，并且在微博上面留下了支持跟反对的意见。这些人夫各会得到多少票数，还有多尖酸的批评呢？赶快回到现场看吧。这个我们合作的网站是新浪微博，透过新浪微博帮我们做出一个这个调查表，是排行榜。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就看第一名哈，杨过，只剩一只手好，是不是杨过？宋一鸣，宋一鸣，啊，宋一，
宋一鸣先生呢，得到这个正面的票数是8291票，然后负面的票数只有578票，所以相差非常的多哈。然后呢，投给宋一鸣的正面的票数呢，说太太太厉害了，管得太紧。拍过这么多戏却没有传绯闻，一定很专情。过于文弱没有办法偷吃，体力不好，攻击他的那个意思。过于软弱了，跟着软弱。可是不要忽略掉，也有一些人投给你的是负面的票数，然后负面的意见当中有包括就是可能是人面兽心。OK 了，可是这个是开玩笑的，不在意，不在意。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网友选出来的第二名，第二名我们来揭晓到底是谁，请看王宗平。其实跟大家的意见很接近，接近。王宗平的票也很高。男生要整形就要挑他们两个人的脸来整，这肯定是。王宗平跟宋一鸣长得很不一样，大家往哪个方向走？对，正面的票数呢？他这么爱植物，能够搞外遇的只有电锯吧？跟电锯。他反应慢到没有办法考虑别的事情。沈玉玲，你不觉得自己会出现在第三吗？我预感蛮强烈的哦，是很可能第三名一翻开来就是我本人。哎呦呦，过去大家对我很多误解，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嘛。疾风知劲草，反荡是忠臣。顺利讲完，还不错。那这三年来，大家看到我跟我老婆相处的点点滴滴，那我也不用像潘若迪还要特意去营造的，我就是认真好努力的过生活。那跟老婆24小时形影不离，所以我认为这个社会大众会给我公道。沈玉玲，感动了。你的劲敌呢，在你的右边这四个人里面，你觉得谁会跟你抢第三？会不会是营造业？应该是营造业的这两名，营造不错啊。应该是潘老师，要不然是阿斌。我觉得我应该是阿斌，因为他在他的个人的脸书或是他所有的那些微博上面。他都每天都几乎跟他老婆跟小朋友一些互动，可能网友就会被你收买啊。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觉得说爱就是要献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是。对，你们听我讲，这个世界，这台湾已经那么多新闻，所以你在网上放那么多你跟你老婆的照片，是想要让大家觉得你们就觉得开心啊，就觉得幸福就好啦。看到开心幸福这样就好啦。第三名有可能是潘若迪，我潘若迪近半年来形象营造得很成功，营造的很成功，就明眼人一看呢，就会发现他老婆才是幌子。各位，哪有人那个儿子满月哈，那不是都会放一些照片吗？哦，对。从头到尾哦，他老婆没有几张照片，都是他跟他女儿，好像感觉他老婆是代理孕母一样，这个女儿生下来就都给他养了。他好像自己也承认，他对女儿现在的热情远超过对太太的热情。是啊，对。所以你老婆现在是像局外人是不是？不是局外人，我太太对小朋友比较可能有一点，就是产后有一点陌生啊。所以他不会带小朋友，所以毕竟我要做的这一块是，除了你要把小朋友带好之外，你还要给你老婆一定要有自信心，不然她没有办法这样过下去。所以我就尽量去扮演好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小朋友带，如果自己不会就慢慢学，学会了带之后，至少她不用去担这个心了。哇，刚刚这番话也是在收买人心吧？是，他比较适合忠贞不二的爸爸。对哦，丈夫就未必。丈夫其实，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太太的话，你应该保护她，避免受到任何的伤害。好了，骗子先不要想要骗。啊，杨哥，我们看第三名吧。好，我们来看第三名，请看。哦，阿斌也，恭喜阿斌，你不要给我落泪哦。你要落泪吗？他要哭了，感动。阿斌，你的我本来以为会是在最后几个说，所以沈玉玲总该进第四了吧？应该吧，来，输给阿斌，因为你都已经到三年了，对呀。沈玉玲，你也知道，每一次有十人调查局的时候呢，我一直跟你讲话就是一直你的名字都不会出现的。今天不一样了，应该前五不是问题。对啊，这么应该。但是所以不是第四也是第五，对不对？但是网友的留言让我也是有点胆战心惊，他们也会留说：“玉林哥，我们绝对支持你。”但可惜我把票投给宋一鸣了。好，杨哥，我们看一下第四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请看。No No No！ 我们也是要。
他新婚，你真的很厉害耶，因为你新婚这件事情好像有给网友不同的感觉。是啊，给你正面票数的人当中呢，说新婚不会乱玩，这个是一个理由。然后呢，微胖的人是好男人的比例比较高吗？这是房间的错觉。微胖的男人，就人很好。那柯凡哥杀伤力，柯凡哥不就非常非常不可靠？所以微胖的人是好男人的比例比较高，这个是一般人觉得他们比较不会乱玩的意思吗？因为这就是大家会可爱嘛，被自己洗脑啊，说胖子就是人很好，跟老实啊，直接就讲胖子是不是？得来不易的姻缘一定会好好把握，所以这个也有关系。起码第五名是第五名了，来了啦，玉林哥，再赌一把，就肯定是要看一下。不可能吧？有可能，因为潘永哥这样好像有点在影射。我有可能会最后一名的样子。哎呦哎呦，陈彦霖，我跟你讲，但我们出门会下雪哦，八月雪这样。不管你是不是最后一名，你可能如果没有得到第五名也就罢了，可是你看到你输给这个第五名，你可能会气死。哇，嗯，真假的？詹老师，詹维忠，詹老师，我没那么高。詹维忠，有陈彦霖是第五名，不在你的右手边。天哪！啊，詹老师，詹老师啊，那个第九名了，拜托了。詹老师，我还不会那么气。如果是陈志远的话，我会把他吃下去。玉林哥，你讲的，你讲的，你讲。五十位陈明投票彭先生，吓得现场惊呼声连连。十位男士，你们也知道呢，网络上的票选就是对你们来说不痛不痒，因为就是隔得比较远一点。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别的招待。哎呦，有我杨过把他们带出来。看第五名吧。好，玉林哥到底要不要吃哪一支笔呢？我们看一下第五名。这太不公道了，我可能他们会不会对？因为是这个新浪微博，他们会不会认为陈志远是另外一个人？可能是讲相声的陈志远，还是杨志远啊？雅虎，雅虎总裁。陈志远，你好意思在第五名吗？你根本就不像第五名的人啊！我觉得应该啊，应该不会觉得头晕吗？不会，其实我心虚吗？哎，其实我刚才蛮担心的，你知道吗？就觉得因为太太又在这边，我很怕我自己变成是最后一名或者最后第二名这样子。没想到我第五名，我想这个太太为什么要躲？太太不敢承受。第五名你应该很骄傲，可以吧？对不对？对啊，怎么可能？怎么吃下去？吃下去！玉林把它吃下去。不是，孝琴，你良心过意得去吗？你老公第五名，什么东西？不过他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孝琴怀孕期间吵着要吃燕窝，然后店都关光了，他还跑，特别跑去买燕窝，就买回燕窝家里去。有，你太太又不要吃燕窝，对，他说要吃那个新竹米粉。可是你当天不是把他毒打了一顿吗？我没有毒打，可是我还真的，跑去延平街去找，延平路啦，台北市延平路，我去找看看有没有。OK。我跟你讲啊，投给你负面票数的理由很有趣。那可以不要听吗？一定要听，要。很有趣。他说第一个上节目穿的很花俏，应该是花心的。花。那叫沈玉玲也是啊。沈玉玲的衣服是太太买的。对。第二个呢，跟刚刚有人讲的一样。我的也是太太买啊。跟太太分隔两地很危险。嗯。第三个理由很妙哦。溜冰脚的男生很花心。溜啊？哦，高山峰脚。哦，溜冰脚。高山峰。老三。在说你啊。鬓角。哎，对，你们俩这边的形状是一样的，鬓角搭配。因为毛发多。没，我这是一个造型。Jason 也是啊 ，Jason 也是有都有。是不是有女生说你这样很帅，你就一直这样留？哎，说蛮有个性的啦，而且我帅的话是没。看起来比较瘦。OK。好，我觉得陈志远挤进网友的前五名真的很古怪了，就是。前段班怎么会被他占去一个名额？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很正常。在讲不可思议。潘若迪有
输给前排的谁你会吐血？来，输给前排谁呀？吐过了，对，潘老师的脸，张伟越来越臭。张伟忠，张伟忠，输给张伟忠会吐血啊？对对对。来，我们看一下第六名。好，我们看一下后段班的第一名，也就是第六名是谁？我们请看。真假？怎么可能？潘老师，怎么可能第六名？你怎么？你看起来输给他。哇塞，怎么这样？不像第六名哎。哎，基本上，花言巧语的，怕老婆，疼老婆。尊重他，可是你老婆是隐形人呐、啊，根本没有这个人。是啦，没有隐形的，就是真的是很疼他，真的。怎么？我跟你们讲，怪在什么地方啊？他跟陈志远的状况一样，就是他们的正面票数其实都不高，可是负面票不多高，结果就。所以你是说讨论他们的人不多，是不是？等于说潘若迪虽然正面的票有。可是负面票又很多，所以他就被拉大差距，他就跑到后面去。所以其实人气 OK 啦，只是正负意见比较极端一点。那他们两位的正负意见就差距比较小。OK， 张伟忠投给你正面的人说，因为你是命理老师，不忠贞对命运不好，所以他不会做这件事。不是对命啊，是对收入不好。形象会有形象下滑是惨了。负面票数的理由愿意听一下吗？讲什么怪力乱神之类的吗？他的发型是色狼的发型，是真好，真会有像没有？而且刚刚有人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命理老师非常甜言蜜语。沈玉玲，是，我有点开始郁郁寡欢起来。不要讲话，先不要讲话，先不要讲话。第七名会是你吧？哇塞，肯定是的吧？都营造这么久了，他又在跟你讲话。我如果落到八九名，因为我一定不是第十名啊。如果落到八九名，我就觉得我无地自容哎。如果输给贺一航呢？我已经把衣服脱掉了，是的时候。对，会啦，你就把板擦。不是，我真的，我到现在名次没有出现，我觉得很奇怪。我都已经休更了，还干嘛这样？休更了，因为你休更，你活跃的时候，我都停机的人。你是宕机是吧？宕机，现在是补不作业就对了。好啦，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到第七很冤枉。对，那我们看一下第七是谁。好，我们看一下第七是谁呢？请看。对，还算有一点天理嘛，是不是没有落到后面三名去，对不对？对对对 ，OK 啊 ，OK。营造业，其实他不满意自己啊，没什么想讲。他一直以为他是前三名，谁想从头都是从头到尾都是你讲的，好不好？不会不会，他都买好拉炮。你的正面要不要晋级？潘若迪，你的正面票数其实比刚刚那两个人多很多。你的正面票数有1500多票，可是你的负面票数有2700多票，所以差距比较大一点。他刚刚在后台讲说，公布完之后我们到吃个宵夜吧，我想应该成绩不错。他录影前要庆，他说要庆功一下。他的眼神给我感觉他应该是最好的前三名。你看交朋友真的要注意，真的要注意。从刚才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餐，那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跟他们。你高兴到从小朋友高兴到吃不下饭。潘若迪，我在刚刚上课。所以第七对你来讲很烂，对不对？什么很烂？第七名对你来讲很烂，对不对？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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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要在最后就 OK 了。OK， 你的正面票数当中有包括说你的微博看起来是一个好爸爸，然后爱女儿人应该不会偷吃哈，然后呢，整天在穿的那么少的女人堆里面，应该是练就了一个很定心的功夫。然后你的负面票数呢，说练肌肉的人都靠下半身思考吗？这就是大家的一个迷思啊。是，对，我觉得是一个迷思啊。也就是说呢，剩下那三名就是这三位的了哈。谁呀？我。还有谁？就集中在这个角落啊。贺大哥，贺大哥，哇塞，三小，对，第八名沈玉玲认为是非他莫属嘛，应该十拿九稳，也就是最后三名当中的冠军嘛，应该是啊，聊胜于无了。是，来第八名，好，我们就恭喜玉玲哥了。第八名，请看。三公可以了，可以了，正面票数非常高哦。
正面票数有3800多票，负面票数有5500多票。你知道我的粉丝同时有恶搞另外一件事情，他们也会告诉我说，我有投你，就是你是终身不二的老公，但是最花心我也投你。我说这是在干嘛？投给你正面票的人说，玩够了的男生应该就是够了。上了那么多次康熙，康熙总会肯定他一次吧？这又不是，这不是我们，这是网友投票的。负面票数当中说，讲了一个刚才大家讲的重点，就是你爱儿子多过爱老婆。嗯，可是如果没有太太从旁协助我的话，儿子不会真的快乐。所以他现在对老婆只是纯粹是感恩的心情，对，把他当好助理，那是工具啊，把老公当工具，并不是这样。沈玉琳还有心情调侃别人。要不要怎么办？玉林哥现在想法是，我再怎么样也不会输贺一航。要不然要哭哦，要不然是要哭。我跟你讲，因为这个太残酷，我老婆很罕见没有跟我一起来露营，因为她在家里面准备蛋糕，跟花瓣浴，要回去然后回去砸你的脸，是不是？贺一航扮回忆神，录影现场知音相挺。电梯如果忽然停电了，然后你们要跟其中一个人被卡在电梯里面超过半小时的话，贺一航大哥、姜维忠老师还有沈玉琳，要愿意跟贺一航锁在电梯里面，请举手好吗？你愿意跟贺一航被锁在电梯里面长达半小时？我觉得比较安全。你觉得沈玉琳比较危险？危险。九号女，你还是有一位知音。没有，其实。康熙来了。贺大哥应该不在乎名次吧？还好。不在乎名次吧？就上个通告嘛，干嘛那么在乎？所以如果你最后一名，就最后一名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跟你讲，网友可能对我的状况比较不了解。嗯。前两年大家看到我这个装支架。一个装置下男人怎么可能会太高潮呢？不可能嘛，是太高潮。然后我大肠也开过刀，我衣服一脱掉跟剖腹生产生过6个小孩一样，怎么可能会那个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太不了解。是，所以你认为你现在已经不构成威胁了？完全没有威胁。嗯，好，你看贺大哥都让成这样子，你总应该第九了吧，对不对？哎，你这样讲就怪怪的。你再输给贺大哥，就你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嘞。赌一把吧，赌一把，应该是第九没有错了，不可能输给贺大哥。如果输了怎么办？贺大哥累积20-30年的那个风花雪月冤孽，风花雪月。好，那我们你也当仁不让啊，我想。我们要看第十名哦。好，最残酷的时刻到了，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请看。幸好有锅底，要不然我难交代呀。你这样回去蛋糕还吃得到吗？可以可以可以，我老婆说只要不要最后一名就好，只要不要当鸭血就好了。好，3万多名网友的投票呢，贺大哥在忠贞度被排在最后一名哦，正面的票数还是有的，肯定贺大哥的人说，年纪大了跟谁玩啊？所以太太太好了，没有理由要再花心。这个是说到了重点。沈玉琳先生呢？票数能不能公布一下？你的票你要知道吗？我想知道。沈玉琳正面票数有2300票，有还不错，会显里长。负面票数有4100票，所以你还是争议比较多一点的人啊。你的正面票数有色心没色胆。当也不是什么好事，老了玩不动，这是真的吗？没有，不是，我再三的在外面那个强调过啊，我平常是靠抽良烟在压的，抽良烟在压。什么东西啊？负面的票数说，姑且听之哦。你一旦遇到比雅雅更年轻的妹妹，你就会离开雅雅了。哎，这个有什么？没有，没有想太搞得王麻将很物欲一样。对，对呀，不会吗？我们是重视灵魂的。OK，S O U L。十位男士，你们也知道呢，网络上的票选就是对你们来说不痛不痒，因为就是隔得比较远一点嘛。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别的招待。哎呦，又来了！哇，又来了！好，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们进场吧。好。有我杨过把他们带出来。哎，你不能这
各位大哥抱歉啊，康熙来调查局一向都玩真的，这次网罗50位各行各业的正妹来到现场，不仅要跟咱们观众一起来听证你们这忠贞的告白，也要在你们10位当中选出好老公的不二人选哦。10位被调查的人士，他们在影片当中看到演艺圈的人对他们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反正就是他们躲在电视机里面不痛不痒的，所以我们后来被迫呢，就是要把活人请到现场来对你们发表意见。那如果在座的活人只是根据他们平时的刻板印象对你们发表意见，你们可能也不会很服气。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供一些辅佐的教材，让他们来做判断。辅佐的教材？什么叫辅佐的教材？这个辅佐的教材呢？说起来真的很对不起各位，所以现在陈汉典要代表康熙来的制作人向各位道歉，赶快道歉。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利用你们的爱心以及善心这样骗你们。对不起，我在这边先跟你们10位道歉一下。你是不是先道歉就对了？你是不是做了很不该做的事情？很糟糕，太下流，真的太下流。我代替康熙对他们道歉。还可以在演艺圈立足吗？没办法，虽然为了表达你的歉意，是不是应该离开康熙来？刚刚我们接蕊的时候没有说要离开，现在又说要离开，这样是不好。但是我们还是要拍，我们才能够知道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看了，我们等一下看了辅导教材之后，如果这10位男士觉得你应该要离开康熙谢罪，你就要离开康熙。好，我们可以举手投票决定他的去留吗？康熙来了，为了要收集这10位人夫们私底下是否是忠贞不二的好老公，在为期2个礼拜的观察采证，透过咱们康熙高科技的偷拍摄影机，假借要举办康熙盛典为理由，邀请这10位男明星来到咱们公司，与我们这假的工作人员进行开会还有互动，对真实的表现，咱们马上来公开啦。50位清纯的妹妹进了我们的现场之后，如果还依然叫他们对于已婚男士发表吸引力的这种意见，会不会很对不起他们呢？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真的吗？因为有些人可能……阿Ben，麻烦你走到前面来站一下，好不好？有穿裤子哎，这样好吗？没有穿裤子吗？有了。潘若迪，麻烦你到前面来，好不好？高山峰，麻烦你到前面来，都来。他们3个应该是准备要全身亮相的。是，你看高山峰的裤子，哇，他多怕今天拍不到啊。可是我今天从早上到现在的录影都是穿这样啊。对你们来讲，依然有魅力的男生，这三个男生我们来选一个哈，只可以投一票哦。要把这一票投给潘若迪的，请举手。1、2、3，举手。哎，哦，潘老师，我真的很对不起你耶。Sorry， 只有2票哎，一个3、8，一个4、9，至少还有。已经不错了，还不错。对，这样已经不错，其他人没有上过我的课，对不对？这个号码也太……其实没有上过我的课，有上过我的课你就不会这样子了。潘老师，麻烦你回去了，好不好？请离开。对，不是叫你来拉客的。我们剩下2个都是做爸爸的了哈。觉得阿Ben比较有吸引力的，请举手。1、2、3，举手吧。觉得高山峰比较有吸引力的，举手吧。他们差不多，因为他们俩长得是很像啊。真的耶，还是有那种杀气。恭喜2位，可是我不会倒过来问你们对哪个妹妹有兴趣，赶快说。沈玉玲，麻烦到前面了。哎呦，我也有这个荣幸啊。对，恭喜玉玲哥。我没有。我觉得他应该。詹维忠，来到前面来。我不要有我，这个坏事。OK 啦，还是可以比啊。他们有出书帮自己形象加分，对不对？你有卖冰箱？我是随身都带我跟我老婆的照片啊。我随时都带结婚照啊，表示我对爱情、对婚姻的忠贞啊。送你一张，送你一张。快递送过来。你还带2张干嘛？恭喜。上次那个好罕见啊，怎么会带这个照片在皮夹里？上次红包没有给你们谢。詹维忠已经把花冠拿出来了。你还是没有老婆的照片吗？在身上？老婆就没有了，没有，只有女儿照片了。为什么？老婆照片已经烧了。他真的是爱你女儿啊，爱你老婆啊。他没有说过我爱我老婆，但是我承诺他我要照顾他。你是没录过瘾是不是啊？一直不拿吗？激动。细的，这跟粗的激动。你看到这些女生，我从来不会骗女孩子说我爱你一辈子，但是我
答应我老婆，我照顾她一辈子。碰到妹妹没有办法克制。对对呀，这搞威力，完全是错乱。刚刚录的时候不讲话，因为没那么多，就开始讲起话来了。你要看哪一个犯太岁啊？你知道贺大哥有多精明吗？我叫出这两位之后，他立刻跟我说他不要出来。宋一鸣被老婆训练有素，王中平还当场道歉：“我老婆对我讲，再问不能沟通，因为这样对女性不尊重，而且女孩子其实不欣赏这种。因为他说他也不看，他也不会去看男生，所以叫我不行看女生。他不会看男生，那我也坦诚，他都跟王中平对唱情歌了，真是。如果你介意的话，我跟你道歉。是电梯如果忽然停电了，然后你们要跟其中一个人被卡在电梯里面超过半小时的话，贺一航大哥、詹维忠老师还有沈玉玲，这三个人当中，你们比较愿意跟谁卡在电梯里？这好像是一部。各位，我以前是修水电的。烂透了，要拉票，再拉票，要拉过瘾啊！拉票。好，请问比较愿意跟詹维忠老师？被锁在电梯里面超过半小时，请举手好吗？会有，是要认为他会招鬼来救你们吗？我觉得多少可以聊一些命理的话。对对对，比较愿意跟贺一航锁在电梯里面，请举手好吗？大哥，你没有票。有，因为有啦有啦，有一票吗？29号，29号。我想听吗？你愿意跟贺一航被锁在电梯里面长达半小时？我觉得比较安全。你觉得沈玉玲比较危险？更危险！29号，你还是有一位知音。没有，其实呢，好良烟就不会危险。小妹妹他们呢，也不好意思发表意见，就说他跟我距离差太远。OK， 对不对？所以你问这个问题给他们，他们会觉得说别人怎么办这样。是，你倒是蛮会帮自己说话。他还是介意的，没有了，还好。贺大哥今天这个引路的一直不是很开心。好，不好意思了，谢谢两位，请回座吧。哇，玉哥完胜，没有。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情呢，就是刚才陈汉典向各位道歉这件事啊，就是我们康熙在十位男士可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拍了一些影片，然后希望帮助50位妹妹跟我们一起观看影片的时候了解一下。你们虽然在已婚的状况之下，对于其他妹妹是不是依然有流露出充分的兴趣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先看形象比较好的男士的影片应该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先播放宋一鸣先生的影片。最忠贞的人夫票选第三名，毫无意外的就是咱们人夫界的灯塔一鸣哥了。1分钟过去了，把我们美女工作人员晾在旁边，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灯塔这个称号真的不是浪得虚名的呢。此时美女工作人员决定主动的出击，他依然是连瞄都没有瞄，看来只好看看这最后合照他能不能把持得住了。我想现场工作人员这么多，一鸣哥也不方便做些什么。我说一鸣哥啊，两次测验都抓不到您的小辫子，难不成您的性向啊？不，我是说很好，您是忠贞的人夫第三名，算是实至名归。你很厉害，现在我那天有感觉，后来我觉得怪怪的，因为你之前好像有被偷拍过一次，对不对？不是，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录影，可是我去的时候觉得我。就觉得有个女的一直这样子，怎么会有工作人员这么不正经的，对不对？对，可是你知道，因为我是被训练，就是我老婆特别讲过说，咱们不能偷瞄别的女孩子，因为这样对女性不尊重，而且女孩子其实不欣赏这种男孩子。偷瞄之后，你太太是会抓狂，是不是？她会不高兴。她有多严重？下毒了，就是会吵，而且她希望我自重，因为她说她也不看，她也不会去看男生，所以叫我不行看女生，他不会看男生。那我也坦诚，他都跟王东平对唱情歌了，真的是。不要挑拨离间，头跟头还靠在一起。对，没有，差点摸鼻子。但是就是说，对，你介意的话，我跟你道歉。这十位男明星当中，下集将会透过偷拍的 VCR， 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忠贞好老公，千万别错过了。